家将。显灵堂啊，台东显灵堂哦，八家将啊，显灵堂都是咱的主任委员林崇汉林议员哈。哦，啊，显灵堂哦，啊。显灵堂，显灵堂，仙呐、啊，仙灵堂啊，仙灵堂啊，啊，显灵堂啊，显灵堂的包家将，我现在进场表演。好，现在进场的是显灵堂，显灵堂，张家言，哎，张家言啊，显灵堂的，哦，拢差几厘，差几厘，差几厘了，好，抱歉啊。显灵堂的八家将的表演，我来做一个介绍哈，啊，这八家将两组，两组班队哈，班队，头前是文车，来是武车哈，这业绩是啦哈，吉祥如意啊，吉祥如意。那么这是文车，文车压的机灵啊，徛一个剑灵啊，文车压剑灵，一个将高型，一个将右型，你看。我们听不懂台那个闽南语的哈，我就用国语来介绍哈。他有肉肩膀啊，你看他肉肩膀吗？肉肩膀他有一定的顺序哈，有一定的顺序。前面这两个叫做文武切，一个叫做黄世祥，一个叫做陈世英啊，那个叫做文武切，文武切啦哈，文武切。啊，文武车一个压机灵，拿旗子的压机灵，啊，一个压剑灵，一个压剑灵哦，这是一对一对的表演哦，一对一对的表演。啊嘛，这有歌呢，啊，创新啊，标新啊，加利益哦，啊，加利益。你嘛，这就是一对一对的表演，啊，兼一个多安尼技一格。头前伊拢压旗，本来是压短杯甘柳牙，伊是单膝将军啊，单膝一个陈将军，一个孙沈将军啊，单膝将军哦。开戏门啊，开戏门啊，这是咱普通人头加上温州几啊种吼，加上温州几啊种啊，咱这是百家将，
那种四种六种八种叉酱十家酱，啊有诶呢，甲配合比较看，即虽然八家酱，拢总有十一年陈年，一个兴大兴古诶，一个大兴古诶叫做兴古爷，金牌十八宝，金牌十八宝，来因这里签一礼拜哦，啊这前四版，前四版，后壁。啊，因两组啊，一个两组，一个新芽，一个鸡素芽啊，新芽一个鸡芽，一个素芽，这是干性将军，看是同款啊，这是蒸四瓣，蒸四瓣，头前芽吉啊，这吉呢吉祥如意，后壁你有看到，一定是你真清楚，在咱青龙驾将的六将之一，叫做。大里牙，大里牙啊！一般咱所讲的七牙甲八牙，七牙甲八牙，下必安甲环无咎，下必安甲环无咎，叫做环下将军，环下将军哦！啊，开四门啊，开四门踩四条，踩四条。那么这是呢，一对一对啊，因为。七牙啊，伊是拍虎棍啊，拍虎棍啊，拍虎棍。八牙呢，应该伊啊是拍虎棍啊，拍虎棍。所以也蹲也蹲啊，也蹲。那么这吉呢，代表吉祥如意啊，代表吉祥如意。先灵堂哦啊，先灵堂，咱真用心来准备今日的出球的比赛哦。先灵堂，曾经呢啊去参加这款的夜灯灯头的表演，得到真好优胜的成绩。这个他都不肯换的，这是干牙加溜牙哦，干牙加溜牙。咱名柳芽，伊所芽是斑堆啊，斑堆。咱有一个江豆型，一个江柚型。豆肩膀落在右边的，两个不一样哦，两个不一样。落在右边的，它是长左型，长左边啊，左边。它里面的落肩膀，它会落在右边。它会落在右边哦。各位看到的八家将，就是啊八位神爷哈，啊甘大神俗称甘爷，柳大神俗称柳爷。谢将军就是七爷，夏必安哈，夏必安。那么，幻将军就是八爷哈，幻将军，幻无咎哈，幻将军。那么还有四个就是春夏秋冬大神，他们都是拿着日月扇，他们的武器就是一把用白色羽毛做成的扇子。北角将啊，各地方各地头，伊个排法甲伊个人员生活有无同款的所在啊？无同款的所在啊！各地各地人艺术功夫也无同款。啊，这啊这以前是这个北角将是蒸四瓣，一个甘名，一个柳芽，芽瓣堆。啊，你啊看伊老兴噶。
肉应该的空尾的啊、哦、肉又尖的长肘型的比较大，肉又尖的那个肝牙叫做肝爷。为什么叫做肝爷？他姓肝嘛，啊、哦、姓肝。刘呢，柳树的柳，他本名叫做柳毅，柳玉啊，柳玉，柳玉啊，柳啊，那个柳树的柳，柳玉，所以叫做柳牙。后边同款哦，大李牙，伊体是伊尾叉的，伊尾叉哦，伊尾叉啊，那个扣在脖子上，青牙扣在脖子上哦。啊，扣在脖子上的啊，以为车啊，以为车，那个八爷现在跳过去的换炉臼，他拿的是生死念啊，虎头牌，红桃牌，善恶分明，你把它注意看哦，上面写的善恶分明，生死念，生死念啊，这么一扣就把你扣走了。啊，这个是寿终扬起啊，寿终扬起，他拿的是虎头牌、红桃牌、虎头牌。那后面的这个是七爷，他拿的就是这个雨伞啊，雨伞跟雨尾车、雨尾叉了哈，扣在头上帮你带走。把你带走，带到哪里呢？啊，带到阴间地府寿终扬起啊！一般的七邪辟邪啊，镇灾辟邪，我们会使用八家将来七邪辟邪，把那些污秽脏的东西把它扫除干净，把它扫除干净，所以有镇灾啊、消灾镇煞的作用。